是一个不错的料理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伍佰啊，今天来到法子鸡这边，应该说法子鸡桥下面这边而已。这边有一个河道急流处跟缓流处，这样子还不错的地区。好啦，待会调查看看啦。标准品种。哦，这阿火蛮大的。抓个一两尾是爽爽的。真的，如果要钓爽爽，在那边钓就可以了，因为鱼很多。
爆多。现在改用这个15尺竿长标钓钓看好了。现在水变很多了，待会用一下七斤胶试试看，不行就浮掉了。太难走的路还是有人走过哎。哦，好大只红毛狗！啊，卷仔，珍珠石斑，卷仔，红毛鬼，哦，都有。红色的秋田沟。
林烤鸭。珍珠一般呐，五幺七，五加四。凶猛的，其实珍珠十番还蛮漂亮的，只是它太凶悍了。这也不是它的错啊，不知道谁把它放到这里来的。超级大只的，哎，鲫鱼哎，啊，不进水，不进水，好肥。哦，见熊了啦。哦，靠背。啊！啊，送红魔回喽！哇，他给他绕跑一样。六步。这一只应该是雌鱼，是雌的。三指口，雌的珍珠石斑吧。可以讲。我是五百啊，现在要变天了，要下雨了，看到？好啊，赶快撤离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